我喜欢什么星座？我们来找找。我喜欢很高，没有，写字很高。好，我喜欢自由的灵魂。好难。我当过补习班老师。教什么？教什么？教英文。Good， 你是混血对不对？混血，你看。我是混血。那几岁啊？几岁都可以。好，你是英语系的。我是英文系，但是我以前上学就是要用英文上课，所以我会讲英文。那个康桥。是。维多利亚。不是，我没有读什么贵族学校，淡江的。你大学是念淡江的。对。那是什么系啊？资创系，学类是资工。资工。那你毕业没有走资讯工程类的工作？其实我现在工作也跟资讯有关系啊。好，我们来找。谢谢。谢谢，圣诞节快乐。圣诞节快乐。再见，拜拜。你好，你好，单身。单身。我帮你介绍一下吧。好。好。可以拿吗？你好。请问你几岁？二八，做什么工作？我现在是科技业工程师。工程师，那你有没有在运动？比较常是打羽球，两位小小中学生。哦，最近比较常在羽球队。啊，八耶！跟我两个都工程师。哇！我有帮你找两个都工程师。真的？一个是硬体，一个是软压力。可是我想要你分开出来。现在呢，我右手边是我们的 Emily， 之前是补习班的英文老师163。好，那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毛毛，那目前是工程师。好，那我现在数到三，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来预备，1、2、3 ，Go。握手，哇，很棒。我有戴牙套。哇，你们牙套。牙套 CP 啦，没有牙套。你戴多久了？我戴快三年。我戴两年。两年，哇，你们都快拆掉了，拆掉就很棒了，一起去吃好吃的。他喜欢打羽球，还有做重训。你打不打羽球啊？我高中的时候也会打羽球，但我现在喜欢就是玩水上的活动。对，我有刚才介绍，他喜欢做那个滑水。滑水，有空一起去。现在冬天比较不行。对啊，没关系。夏天的时候，你们都去哪里滑？我通常就在芦洲那边。是游艇拉着吗？快艇拉着。对，游艇拉着。台北好像只有。那个很好。那他也喜欢吃美食。嗯。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火锅烤肉。好肉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。喜欢了，有空带他去吃好不好？好。那他也会重训。那他是写程式的。那体工程师工作内容是做什么？写程式让产品动这样子，不知道控制引擎动起来。单身一年，是吗？不止哦，很好，你也不止哦啊，很好，圣诞节的缘分啊。是淡江，淡江是我学妹。哦，好棒哦！你淡江什么系啊？电机系。哦，你们要加 LINE。不然怎么聊天？好，加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壁咚一下这边，看眼睛，看你不太会哦。你看，不会最好，单纯，但这样子，然后看眼睛，真诚，3、2、1 ，Go。怎么感觉开心吗？很开心哦，我恋爱的感觉了。恋爱有什么优点啊？看起来蛮活泼的。他教小朋友啊。好，约你去哪里比较好？可以约我去唱歌啊。你们等一下去哪里啊？等一下应该去逛逛猫小桌一下，应该就回家。小桌，好啊，那你们自己联络。好，我们来打分数。92啊？为什么会92？我觉得其实他有那种90分以上的标准，但他居然还是工程师，而且又是我的学者，厉害！好，那我来问他。差不多98。我高！给人的感觉应该是蛮亲切，然后活泼、善良的那种类型。太好了，听你开心了，哇！哎，赶快回来！恭喜你们分数太高了，真的，你们一定要交往起来啊！交往起来，好，交流看看。好，我们来互动哦。我觉得我有点，没关系，我抱你。对，很好，阿亮，你们要当好朋友，来拍照，